一生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联毕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听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着播出。又果是周末了哈，啊休困，今日是拜六，啊明仔礼拜，哦这两天呢吼，拢开课办事了哈。那礼拜五哦，咱的圆通自在天尊、观世音菩萨佛诞祝寿完毕啊，咱的梵堂二楼也启用完毕了哈、哦，真的非常感恩啊！咱讲来到三江的这哦徒弟啦哈、哦、啊，真的非常辛苦了哈、哦、啊！大家这认真，都无几个人啊，都三四个哈、哦，认真舞了哈，都舞我好安尼哈。那真的非常感恩啦吼！那今日咱就安排这块，真久无听到吼，这块哆哆哆哆。今日来所收听一段叫做《道》啦吼，啊，昨呢
有咱的道亲打电话问梅香啦吼，讲准提佛母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敢有共款？甲观世音菩萨有啥物款的差别啦吼？有啥物款的差别？嗯，这个差别嘛吼，这是每一朝代历史背景都不是说很相同啦吼，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能够讲的，吼，阿难都。预言菜单开出来，那我们就探讨看看啦吼。准提佛庙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两者有相共无？吼，在这个无量劫之前啦，观世音哦已经是就发心度尽啦吼。为什么说要发心？他要度，好，他要度度什么？当然就是度化众生，度化苦难的菩萨，在救度众生之苦。经过若干年，哈，经过了若干劫，哈，啊，伊这长啊，这长的时间呢，哈，观世音菩萨就伫咧咱这个，咱讲普陀罗伽，哈，净土上观世六道轮回众生，然后观世六道轮回众生，这六道轮回众生，伊发现讲，弥陀生命仍然无穷无尽。吼，圣公阿弥受度的这个生命仍然是无穷无尽呐，吼，无穷无尽。啊，所以讲吼，啊，咱有时阵我们对这对哈菩萨的慈悲，真的是他是用无穷所有的成本啊，他用无穷无哈无穷无尽的，哈尽一生，哈尽一尽在他的修行里面，然后咱讲。咱当度尽一切众生，吼、哦，若我退心，吼、哦，当令我心得为千遍。那就是伊发愿的啦，吼、哦。观音菩萨发愿，先来讲吼，佛，咱这个准提佛庙加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也是跟咱一般观世音菩萨，它不一样的地方，发的愿，吼、哦，发的愿，观音。又有在发心，讲我当度尽一切众生，用我退心，当令我心力为千片万片，哈、哦。然后啦，哈、哦、啊，这个观音大师呢，又继续了哈、哦、度苦之事业，隔了哈、哦、隔了一段时间了哈、哦，隔了一段时间，哈、哦、啊，不可思量的又长的，哈、哦、那个不一样的。就是咧讲，不可数量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呐、啊，他又在吼、哦、观世六道苦海，发现众生数目仍然未减。意思讲，伊度这么久啊，这众生仍然无解脱，啊，仍然无解脱面喏，无解脱，伊就阁发愿呐，吼、哦，没有减少，吼、哦，痛苦也是丝毫不见，吼、哦，熄灭，吼、哦，如是者。那观音又在精进的继续，哈、哦、度，哈、哦、咱这个苦，咱讲苦厄的众生，哦啊，所以如是，如是就是咧讲啥？如是咧讲三者观世而发现家己的空缺，哈、哦，似乎不太见到成果。那观世音大士，哈、哦，发心度尽众生痛苦的决心。在那一刹那当中，他摇动了，哦、摇动，动摇了，退缩了、哦，因为他以前的大誓愿，他的头即使碎为十块、哦，十块、千块、万块，身体累为千片万片。那时呢，哈、哦，观世音菩萨的上师了，哈、哦，就是阿弥陀佛，啊，即发现。哦，现身在他的前面，然后依这个神通力，改裂开的千手之身化，哦，变化成为具足的千手千眼的化身。意思就讲，吹气的、破气的，这伊拢个扣扣嘞，好、哦、啊，一片一片看那个倒，好、哦，这就是咱的阿弥陀佛来帮助他，好、哦，伊吼、哦、已经吼、哦、断甲成成为碎片啊！这个每一片的，这个头壳呢吼，伊就甲化为石面，
就是在说把这个头化为十面，有的面露微笑，有的炫叉目相的那种面容，在十面的顶上再画出了那个阿弥陀佛之面容，作为引导加持的表仪。这就是在说观世音菩萨一大师一十一面千手千眼之上，救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缘起的由来，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尊体佛庙又称为尊体观音，尊体观音是我们的六种观音法门之一的尊体。尊体意为清净无垢之意，意即一切诸佛皆因清净无垢身心而生。另外呢，我们的尊体佛母在汉文译名上又称为尊体观音，尊体菩萨。尊体菩萨呢，当然有伊另外的这个法号啦，讲七俱之佛佛母等名号，为显密佛教，为显密佛教徒所知的大菩萨。在这个禅宗呢，就是称之为天大，我们说天人大丈夫，天人丈夫观音，天人丈夫的观音，大修行者就这样称呼他。南怀瑾先生则说，准提佛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同体异名。准提佛庙是观世音菩萨跟一般的菩萨是同体异名啦，伊的专称就是七俱之大佛母，现在讲七俱之大佛母准提菩萨。准提菩萨，他在中国呢佛教徒的心目中呢，准提佛母是一位感应甚强，对崇敬者至为关怀的大菩萨，更是二世诸佛之母，他的福德，然后他的福德。今晚呢，刚才刚好有一通电话，是蛮急的，然后先接一下哈。咱张呢有师兄的讲，准提佛母是一位什么样的？跟观世音菩萨又是有什么牵连？他们的神性、佛性，还有他们的咱讲说法的这大观是安怎来做？所以说准提佛庙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有点差别啦，因为准提佛庙是一位感应很强，对众崇敬者至为关怀的大菩萨，它是三世诸佛之庙，
好，一起三世之法之母，他的福德智慧无量，功德广大，好，感应自身，满足众生出间啊，出世间呐，哈啊，为世间，好，还是讲出世间，好，这个出世间的诸多愿望，然后拢是尊体佛庙所发的愿，无为不及，守护着众生，在准提哈啊，咱来讲佛罗尼。哦、陀罗尼里面中的记载、哦、这个、哦、我们说佛陀因为、哦、避免未来报复恶业的众生，所以呢入于准提三摩地、哦哦、这个佛陀入于佛摩三摩地里面宣说过去七句之、哦、佛庙所说 的这个话、啊、就准提心咒准提神咒，那么准提佛母，准提经曰，准日门者于一切法是无等觉，就是说无等觉义，无等觉义，提于门者，提至门者于一切法是无取的，无取舍义，意思就是说，这个宗名南无准提，南无准提意为清净甲明觉，有清净有明觉，含有七亿的佛庙、三世诸佛之庙的意思，又称为七聚之佛母。好，七聚之佛母，啊，这七聚之佛母呢，又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好，准提表示清净，七聚之菩提佛母是说无量无边那么长远的时间以来。无量无边遐尼长远的时间以来，有真济修行者，因为吼、哦、他有学习吼、哦、清净的准提妙法，而终得成佛，吼、哦，故称为准提佛母。就敢那咱得讲，王母娘娘嘛是母啦，吼、哦。啊，你若信吼、哦、啊，准提佛庙信观世音菩萨，终是准提佛母，就像我们的王母一样的吼。哦，众生观世音，观音菩萨无量清净，千所诸佛无垢、哦啊、佛教的讲三世、哦、弥陀、哦、观音法门准提、哦、准提明觉，这都是法门、哦、这都是法门、哦啊、咱讲法门呢、哦、咱要怎么去修、哦、要去修到怎么叫做修行正果，其实啦、哦、每一个法门都有它、哦，对千世千年观世音菩萨的差异都有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也是这样说，说准提佛庙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差别，他是在哪位呢？咱就说，在咱每一个人的画像，就是说准提佛庙到底有几只手，千手千眼差别是伫喺倒位吼，所以咱讲今日特别吼，啊，空出一点时间来大家，甲大家安尼讲讲者，差异性主要的是以下的几点而已啦吼，就是咧讲外观来看，吼，伊个手上的这个法器，吼，有时咱咧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甲准提佛庙个法器就无同哦，吼，无同，准提佛母的额头上，吼，有着第三只眼。第三只眼，那三目称为佛眼、法眼、慧眼。哦，三目个就是讲哦，咱的准提佛庙有三类目睭嘛，吼、哦。第一人就是咧讲，吼、哦，伊有伊个佛眼，甲有伊个法眼，甲有伊个吼，即、哦這个法眼、佛眼、法眼、吼、哦、慧眼。吼、哦，准提佛庙大是五佛的即个观，五弘佛的观呐，吼、哦，他带的是五方佛的观，以阿弥陀佛为顶，哈、哦，圆双手持，哈、哦，这个准提印，哈、哦，这个叫准提佛庙，哈、哦，准提佛庙伊个雕像啦，正确的雕像。那准提菩萨呢，哈、哦，伫释迦牟尼佛在生佛之前，哈、哦，他持准提咒了，哈、哦，后人呢亦称为准提佛母。好，那观世音菩萨在人道化心呐、啊，哈，为准提佛母以救度世人，所以有关于这准提
菩萨呢，哈，甲各种宗教的讲法不尽相同了哈。但是在佛教徒的心目中，卓是一位哈非常感应哈啊崇被崇奉者，哈非常非常的人工真济人哈对这个尊体佛庙了哈。哦、真的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变化、据说观音菩萨为体悯众生苦，大发慈悲愿、所以说世要度尽众生，肉就是说肉我退心，当令我心力为千片，是因为这样才变成尊体佛庙、所以说他历经三次观世六苦六道苦海，他经过三次观世音菩萨法愿，他经过三次的这个观视到这个六道的苦海，发现众生数目仍然无减少，痛苦也丝毫无减少，所以观世音菩萨发心度尽众生痛苦的决心，在那一刹那就摇撼、人说动摇退减，因此他以前的大誓愿，他的头呢就这样子裂了碎了几十片，身体也是裂了千片，所以还要去把它全部整理，所以说出席呢观世音菩萨的上师阿弥陀佛就出现了，出现现在在他的面头前，以他的神通力把他裂为千片碎片，把它变成具足千手千眼的化身、那当然阿弥陀佛来帮助他了、那碎为十片的头化为十面，叫做十面十面、化作十面，有的面露微笑，有的、现刹目相、面容不一样、所以有十面的顶上、再化出一个阿弥陀佛之面容，作为引导加持的表象，这就是观音大士以十一面千手千眼之相、救度众生的缘起由来，然后缘起由来就讲好了，然后就是这样说，然后那么观世音菩萨化身做准提佛母，准提佛母是怎么样的、在他的因缘愿力里面他所做的一些事，那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因为我们没再来去说到完全、全部、有漏到没漏到，反正 我将我知道的我懂的、讲给大家听、那今天晚上的共修还是六点四十分开始、所以、我们后面来共修的道亲、头一次要来共修，或是说头一次你不知道要来听看看试看看，我们都欢迎、道亲就是母娘的孩子、母女的灵根经济，我们有志一同、要来共修提升自己、提升自我灵性，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学习，然后慢慢的学习清净，对三恶道者五世不行正法、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他的誓言，他花了愿力了哈。上持大悲心咒，了不得三昧辩才者，五世不行正法。上持大悲心咒，以现在心中一切所求，了不可随者，不得为大悲心得罗尼耶。乃至说是第一。以众会前合众静住，以助众生起大悲心，开眼含笑，即算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道罗尼，心妙众故道罗尼外。成就成爱，不该大悲心，得了你。
一对小朋友了哈，他很小，那个时候才七八岁哈，所灌入的了哈，还是哈，我小姑第四个小姑啊哈，他的儿子，他很喜欢练啊大悲咒，啊就去录音室啊就录了哈，我就把它留起来哈，童言童语，但是他就很天真了哈，听起来。天真无邪，那就很棒啊！天真无邪就是最棒的吼。啊，你过来就是讲人啦、啊，伫这个吼人世间，世间的人跟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啦、啊、哈，就是一种缘分。认识靠机缘，了解靠智慧，相处靠宽容。有道理无？有道理啊！人呢吼，真正这三项。古早名分，你还甲做无够啊！啊，这三项古早的名分，你若做无够，对无？咱人熟悉是毋是真正是爱靠缘分，甲靠机缘？吼、哦，像张志威师兄，哇，真远呢！我讲吼、哦，啊，师兄你那么远，伊讲袂啊，我开车拢规台车内底拢在放你咧讲课的啊，哦。啊，拜一嘛听到拜六，啊，你讲课我拢甲讲甲用伫音幕上，沿路拢在听啦，我也无咧休困，所以我袂感觉拄久，也袂感觉无聊。哇，真的是很 OK 吼、哦！伊讲我都听你讲话，我感觉袂歹咧，就是有淡薄受益，所以我专工要当来慈恩毕生宫看看老老咧，吼、哦，带着爸爸妈妈啦，吼、哦，啊，跟儿子，哦，他儿子很棒哦，哦。看起来就知道吼，啊，人个四大人有咧教，教了真好，吼，啊，囡仔面上真温和，然后很棒，然后，所以人讲认识都爱看你的机缘好啊歹，你就熟悉好人，吼，了解咧，要了解你嘛是着爱有智慧呢，无你要了解，相处嘛着爱靠宽容呢，吼，要相处你无靠宽容，你真正无法度甲人相处。有人呐、啊、吼，对你安尼足好诶，但是因为好吼、哦，好到尾，我那有一天会配面咧，吼、哦，拄到一寡代志吼，不对的时候，吼、哦，所以咱讲，你懂得别人的好，别人也能懂得你的好，但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忘记一份回忆，就会懂得一份珍惜，所以有一点啊吼。
啊，人较早讲安怎呢？几啊年前讲的嘛是，还搁在讲安怎？吼、哦，你就是没办法放下。所以古早讲的讲，凡是机缘啦，无所不合啦。吼、哦，只要因缘啦有啦，吼、哦，认识，吼、哦，这个因缘啦有，啊，无所不合合啦。为什么？人甲人认识是靠机缘，啊，心甲心相知靠真诚啦。你跟他的心有相知，吼、哦，所以讲风转云变，世间的冷暖无同款啦。名利场，多险欲，吼、哦，多险要，吼、哦，纵然现在啦，吼、哦，现实多少小人看不穿，吼、哦，虽然呢，吼、哦，有人讲尽权谋手段啦，吼、哦，啊，即马什么款人嘛有，爱、啊、什么款的拢总有啊。所以讲，滚滚红尘，纷纷的众生呢，哦，能在同一个空间相遇，就是一份因缘呢，哦，不简单呢，哦，咱来当兄弟，进而志趣相投，那必然就是前生有大因缘呢，哦，今世那无大因缘呐，这世人应该袂做伙啦，好、哦，啊人生有若有了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哦、可谓幸运、啊、自己像房子，朋友像窗子、哦、窗子越多，房子就 越亮、哦、当然啦、啊、人生就是这样，朋友也越来越多，路就越来越走越宽、哦啊、朋友也越来 越好，那我们所遇到的朋友也是一样，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好朋友就是山，好朋友就像一座山，就像我们的靠山一样，可以熟悉也是一种好的机缘，所以好朋友呢要坦然、啊啊、做事情也要肝胆相照，岁月、哦、就像水一样，走过就不知道深浅了、哦、时光呢就像我们唱歌一样，唱过了也不记得比较唱一好听的歹听啦，不记得了、哦、所以说人跟人之间有熟悉一份缘分啦、啊，相处一颗真心，啊、哦，就是很，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增上缘啦、啊，吼、哦，相处偌久，吼、哦，我们也不要丢掉了诚意啦、啊，因为人与人之间，吼、哦，真诚才是最最最最最珍贵的啦，吼、哦。了解阔智慧，朋友有可能是一世人的代志啦。但是人甲人吼、哦，要了解，有可能是吼、哦，爱豆豆培养啦吼、哦，啊，无讲马上人就会当去了解到某某人的对方吼、哦，还是种怎样啦？有时候啦，吼、哦，友情就像一杯个白开水啦，啊，放得越久，也就是越清澈吼，安尼的话啦吼、哦，啊，无掺杂淡薄啊啥，遐杂念的问题，吼、哦，这就是讲人呢，交朋友就敢若交。我们就说把它当作一杯清水一样、哦、不要有一些、哦、你有的没有的那些纠结、哦、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哦、同道也好啦、哦、道亲也好，真的是互相相感动的、哦、真感动、哦、我们师兄说我们这种菜头、哦、下去生的、哦、这个师傅是有够的呢、哦、那真的是不负人是是没有人结缘呢，吼、哦，真的很棒呢，吼、哦，啊，一家十二罐来，我甲偷一罐，哎、欸，真正食素食的人都免啥物菜，都干那遐遐菜头的，安尼生生干安尼脆，阁好食，啊，阁会落饭，嗯，啊，都那一碗白饭，几块啊菜头都食甲变贵啊，都我敲电话甲讲吼，有这么好吃的。哦啊、既来到慈天必生宫，我们吃了、哦、还没有打电话给你们感恩、啊哦、就是有那几天很无闲的，未记你啦，未记你打电话跟他们说，我物件有收到、哦、甚至于、哦、在高雄的朋友、啊、有好康的，有好处的、哦、真的未歹的、哦啊、直接、哦、这样把你寄来到慈天必生宫，还是说把你提来到慈天必生宫哦，那个师姐，然后很热情，然后啊，跟着老公还有一个朋友，好、哦、拿了非常新鲜的，好、哦、啊，后来呢，吼、哦，感觉足
感动的啦吼。我定系讲我嘴食四柱呢吼，啊就真正啊认真做、认真讲呢吼，啊无吼我食的是十方众生的物件，摕来拢总是吼，互我真心感动的这朋友啦吼，真的非常感恩啦吼。你们的分享也让我感觉到，爱更加吼，更加加油啊吼，更加更加加油，要做更加，要做卡更加好安尼啦吼。咱唔是交酒肉朋友啦吼，我们也经不起吼时间的蒸发，吼更经不起时间的吼，甲咱嘿浪费，吼就是咧讲吼。世间人无长久啦，吼！啊，明伫这个明代时阵吼，有一个叫做陈继虚，在《小窗幽记》内底在谈这个交朋友啊，吼，交朋友，吼。那这一段呢，我看也不错，吼。伊讲先淡后浓啦，先疏后亲啦，吼，先远后近，交友是。要用这样的一个道，意思就讲吼，淡淡啊来，吼，安尼啊，但是呐，真心的朋友啦，吼，真正讲啊，一眼就能够看出他对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所以吼，伊讲先远后近，吼，交朋友，吼，唔好讲哦，一开始就甲当作好，安怎都安怎，其实。人讲路遥啦，古早拢讲一句话：路遥知马力，事故见人心啦吼。观人于人才，观人于人难，观人于夫类，观人于酒后，就是深入观人性的四种方面啦吼。咱若要甲一个人做朋友嘛，是有一挂人性的吼，人性我们忽略了他吼，所以有个人讲啊，我叫朋友耽误去。无带无自去，哦，朋友甲害甲吼七坎八笑。有时阵呢，朋友真正有时是会互咱会互咱好诶，但是有一半摆啊，视觉差嘛会互咱唔对诶，会方面的信息啦吼。所以咱要深入了这个观人性诶四，爱有这四种诶方面啦，吼。咱定咧讲爱财嘛，处之有道，吼。人难是否从容镇定？然后办代志是毋是袂使讲吼啊急急如律令吼，嘛袂使讲漫不经心呐吼啊酒后嘛袂使讲哦啊啉要甲放水流嘛毋是安尼，酒啉落是咱人会家己去伤着家己的肝脾胃啦吼，但是毋是啉要放水流啦吼那个。要吐掉的就是放醉了，好一个人呢有分寸，好你就不会贪恋，好有志气，你啥物拢袂惊，有责任你嘛袂扳担，好有自控力你就袂乱去啊。咱人就是无自控力，我们才会乱。好，这就是咱会使用来观人，也适用于自我修养，适合咱自我修养，所以要吼相处靠宽容的时阵，人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吼，金有影，金伤软会透一点仔重啦，所以就无会足赤的金嘛。吼，所以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做人爱真诚谦和，吼爱宽和宽容别人，温暖家己。坚持宽容，不遗余力的去做，哦，成就别人的事，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呢，哦，成就了自己。你先成就别人，到尾啊，你咪成就你家己。人生不易啦，哦，啊，唔是咧讲，干那要笑别人安怎？家家户户拢有难念的经啦，哦，人人拢有歹唱的曲啦，哦，更加风光的人啦，背后嘛是有痛苦啦，更加幸福的人。吼，内心嘛是有伊个困难的所在，也有他的难处啦，吼。所以讲，这世界都遮尼啊大，世界就是一个大红尘，也就是一个大染缸啦，吼。哪能没有烦心的事？不可能啊，吼啊！所以讲，世事难料，心复杂，哪能不顾？
哦、你哪有哪有机会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小人，有时候也会啦、哦、说人跟人相处真的是一种艺术吗？或者是一种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吗？哦、有啊、哦、有一点要跟你说的真重要、哦、很重要，就是说家属、哦、你如果去遇到一个 互相挑剔的、哦、他一直在挑剔你，一直、你看他、啊、他看你都互相在挑剔、啊、其实两个人都是什么上等人才啦、啊、但是两个、哦哎、就是、哦、一山两只都是非常非常猛的、啊、当然啦就会有这种互挑、哦、所以说没有办法互相宽容，而是互相挑剔，往往会造成会变面的原因啦，吼！你咬我嘛比你搁较咬，你下我嘛比你搁较下，所以咱无要退步，所以咱就是啥会变面，吼、哦！想得浅一点，看得淡一点，委屈了默默无语，吼、哦！啊，误解了微微一笑就好，被误解了笑一下就好啊，笑一下就过啊，吼、哦！点点卖个硬，安尼嘛过啊，吼、哦！有一挂人你不需计较，吼、哦！计较会很烦呐、啊。有些事你不必在意，在意也会很累的，经营好自己的心情，你就会有了生活的全部。有一些熟人是容易的，有机缘的朋友也很难，有几个朋友很容易，得意自己也很难。说要交交吼，你遐我伫小招来个，足侪啦吼。但是要交一个知己个，真困难，真正破心肝甲你相听个知己个，吼很困难。知音可遇不可求啦，吼、哦、就敢若吼可遇不可求的，就敢若西角个羚羊西角，迄就算可遇不可求，那种不是啊，你想用有钱买就买得到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唉。世间呐、啊，有足侪足侪足侪朋友，吼、哦，真朋友是一面镜子，以真诚来对待，吼、哦，有诶就甲你记好诶，吼、哦，无好诶就甲你记唔好诶，就是敢若即面镜同款。因为在意，所以知心，吼、哦，就是跟你真心做朋友，所以也关心你，但是伊是伫心控，甲你苛刻，无书篇诶苛刻。好就是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了哈。所以哈，咱常讲人来到这个世间呐，有很多事，哈，都不是我们当家做主的。如果可以当家做主的话，那人生有度，宠辱不惊啊，喜乐无忧嘛。事实就是安尼啊，是安尼讲，事实就是安尼。人有一个度数，哈，是一种分寸的智慧，是阴甲阳的平衡啦，吼、哦，咱先听一段歌，然后要讲才过来讲啊，吼、哦。来，这段五秒五格，范玲仪。I'm done.
一块呢吼，二十多年前捐的吼，母娘的五家范灵芝。来，他拄啊讲的吼，拢是咧讲到这个比较较正经的。我今天不是不讲不正经，我是要讲，咱讲的吼，异想天开吼，诶，这个故事吼，和咱的朋友吼，诶，分享一下啦吼。有一个人讲吼，做人真辛苦吼，所以讲吼，要来做仙啦吼，都有人甲讲啊，要做仙唔是遐简单呢，心诚则灵咧，讲心诚则灵，我会晓啊。吼，一个人如果想修行，只要有这一般诚心，并且踏实的去修，必定能修成正果。这古早人讲啊，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又说，有志者事竟成。哦，迄个做禅的，迄、那个听讲，这我拢会晓啊。心诚则灵，这我知啊。哦，只要人交代安怎，我就是接安尼做就对。所以讲，这个接老底的人吼，伊足痴心妄想，要学新鲜呐。啊，就人，伊就拢去问人讲，要安怎学做仙呐？伊讲啊，就心诚则灵啦。过来咧，伊讲过来就爱有一股诚心啦。吼、哦，脚踏实地去修啦，吼、哦，伊讲，这我拢会啦，你甲我报所在，我就来修啦。吼、哦，伊就遮认真咧讲吼，人就甲伊讲，想讲这囡仔遮刁滴安尼吼，遮痴心伫要学仙呢。伊就讲，伊讲听讲吼，外国有仙水呢，啉这个仙水吼，伊就轻飘飘，就飞去你甲天顶顶悬吼，去甲仙女咧，咱看到仙女，就去看到吼。哦，迄足水的大金宫殿安尼，伊讲有影无影，伊讲有啊，是倒一国才有啦，才有这个神水啦。伊讲哦，你去甲问啦，吼、哦，啊，即嘛伊就把我派咧吼，把我派咧吼，想讲啊有这种方便法门，干那啉水，伊就会轻飘飘飞起哩。这安尼我慢慢啥物安怎。安怎学嘞吼？所以他就鼓起这个傻劲呢，便要往外国的地方去寻求仙水了吼。路行到这中途，较早人都拢用行呀，行到中途就腹肚枵，啊个暗嘛哩吼，所以就待在倒宿伫个人个客栈内底。这个客栈的头家就甲问讲：先生啊，你是有想要去倒位啊？晓？伊讲袂啊，我要来外国。你要外国是倒一国啊？伊讲都要来仙国啊。对，但叫做仙国。知啊，我都爱问吼。伊讲你是要学啥？我要学做仙啊。安怎学？我足方便的啊。讲若找到迄国的仙国，遐都有仙水啊。啉水啉了，伊就会飞起哩啊。我就会当去做仙啊。这主人讲他这阵遐砍了有功夫啊吼。嘛戆了有功夫啊！伊就甲伊讲啊，就甲伊创治啊，就甲伊讲。伊讲安尼唔免啦。你要去遐远，来我甲你讲，我只有一张仙手，只要你爬去你顶悬学仙人跳舞，吼、哦，当逐工拢伫遐学仙人跳舞，你就会当成仙，吼、哦。这样不方便吗？足方便的啊！你唔免搁再讲好，就爱去倒遐国，倒一国找仙水呢，我只较近呢。何必就走去到外国？吼，所以伊讲安尼好哦，费力啦，吼，我只是干那要求生尔，吼，就是安尼。老大人你慈悲，你甲指示，我若讲安尼，我就起来跳，吼，安尼。伊讲这求神哦，伊有吩咐呢，求神有吩咐，讲这个人若无行功立德的人，袂使去你的树仔顶呢，哈？行功立德哦，爱安怎行功立德？伊讲爱替我做工课啊。迄、那个戆个心肝底想讲好哦，替你做啥物工课？着洗碗、擦涂骹、创啥只？你无做着奉献个工课，我即丛新树，他袂稳准你去哩。是爱做偌久？伊讲上无爱做三年六个月，哈？三年六个月，伊讲嘿啊，三年六个月，你着爬去你树仔顶跳跳，着飞去哩啊！安尼敢会较输你去找迄个讲？吼、哦，迄种倒一国啊，才有仙水啊！你若找无仙水嘞，你连工你毋是同款，搁为搁用行的，搁为迄边搁行倒转来，是倒只较稳定，还是去外国较稳定？迄个想想，他个叫三年
三年六个月，转眼时间应该真紧就过了。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所以讲，这主人吼，其实是家己骗的。遐那真正有神手，所以就起这个心哦，都起一个迄足悬的、足悬的迄个所在，去甲做记号啦，去甲做记号，做这个记号吼，就是伊那三年六个月搞完。但是迄个吼，迄丛树啊吼，特别特别吼，特别特别，拄啊伫个坎，拄啊伫个迄个山崖的边啊，啊足悬足悬，伊叫起你啊跳舞，啊那卜一个链落就落去甲地咧，只就落去甲万底深坑安尼。伊想讲我甲骗三年六个月，甲做无钱的奴才，敢若换食尔，我若无带伊去食吼，啊人工会找我报仇要安怎？若知影讲我甲骗呢，吼、哦！啊，即马即个头家正经是足不安好心呢。等伊甲底下甲做烤炉啊，做三年六个月了后吼，伊、哦、就甲带。伊讲来来来，你讲要爬仙丘，来，才真正有仙丘，来，我带你去。伊讲吼，伫底，到你着跟我行着着。哦，啊，即只悬，啊，就是爱悬，愈悬愈好，吼、哦、好，就徛，去你甲顶悬，真正有魂呢。哦，迄云拢大望大来，甲迄树啊遐呢。哦，伊讲即丛就是仙树，你爬去你树枝顶悬上路尾啊遐哦。啊，你就讲吼、哦，我要爬哦，我要做神哦，安尼哦，伊就立即互你升，互你升空去你顶悬升仙啦。啊，迄、那个人毋是戆人，伊是足尽心伫要做神，伊个心肝得足圆缺吼，就是很真诚。哦，啊，所以吼、哦，伊嘛无想讲，安尼伊这就是要甲害死的，伊拢无安尼想，伊就吼、哦，会跪喺土脚，答谢伊的爸母，啊、哦，答谢伊的祖先，哦，啊，我都要来做神啊咧，哦，要来做神啊，所以我就甲恁，吼、哦，阿拜就无烧火啊，啊，我即马就要爬起来做神啊吼、哦，所以甲因的爸母啦，吼、哦，甲遐土地神啦、啊，吼、哦，遐主干土地遐土地神，甲磕三个响头啦。真正就去你啊咧，奇怪，就是讲这个主人吼、哦，一声讲，啊，你对这个树仔顶吼飞起来，凌空而上吼、哦，安尼你就是神啊啦吼，安尼你就是神啊，吼、哦、啊，所以讲这个主人吼、哦，安尼甲讲，啊，伊就戆戆白讲，好啦好啦，我就是一心一意要做神就对啦。伊讲啊，你做神去你甲上基尾的时阵哦，啊，你是爱目睭放起起哦。目睭放起起，意思连落就无看人啊！啊，目睭放起起哦，你着清醒啊！哦，我爱着爬去你甲上基尾，迄基尾基尾啊遐，怎么竟然是真的？哎，奇怪，徛去基尾基尾啊！吼，伊同款手合掌，一直念，伊讲我是因为要追求做神，所以我要做神人吼。所以讲吼，咱这哦，主干土地福德精神吼，恁这孙山的这所有神圣吼，啊，甲即。即阵吼，啊，我徛伫个树啊尾顶啊，即个树啊，即丛树啊，伫要吼要，互我做仙啦吼，啊，希望恁互我会当吼照我的希望安尼啦。从此以后，即个主人呢吼，哦，看到讲，奇怪，怎啊去日了后，真正无跋落呢？啊，忽然间哦，迄、那个云大足济吼。啊！怎啊？甲伊个人怎啊包无去呢？迄、那个人吼、哦，怎啊？唔知为倒去呢？啊！无爱，也无听伊拨落，吼、哦！安尼呢？怎啊呢？互迄个云飘飘安尼，甲带去你甲伫天顶顶悬呢？伊讲有啊，这戆人真正有戆风呢吼！啊，我甲骗这三年，吼、哦！啊，伊阁真正有要倒去做仙呢，迄叫做真人，吼、哦！虽然是做梦。但是也是真人，他是真心诚意想要去求仙，他底下咧做三个月月，嘛三年六个月多在啦，吼，人也无讲安怎吼，啊，那是真诚的，啊，这是故事啦吼。今日礼拜六有共修吼，啊，中午两点以后都办课有这些，就是今日甲明仔载两天吼，而且咧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心。